小狗蛋子来，狗蛋子来，狗蛋听话。我跟你说，这俩狗蛋子比谁都听话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我一说金笼子，他俩可听话了。你看，我一说金笼可听话了。三小进，进去，三小进，三小进，三小进去，三小进来来，福清，福清进来，上这里。我操！我什么事？我操！操！出来！操你哥的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？干啥呢？啊？干啥呢？啊？干啥呢你？干啥呢你？操你哥！啊！你干啥呢？你疯了你啊！啊！你他妈疯了吧你！操你哥！又给腐女咬坏了，你看着吧，指定给腐女咬坏了。操你哥，你在里边待着吧，别出来了。真的呢，我说啥了，家人们？我说啥了？那腐牛和老四在笼里都超不过一秒。完了，咬坏了！进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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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，石头进去，腐牛出来，腐牛出来，来，咬坏了。我操！哎呀我去！哎呀我去！他妈咬透了！我操！啊！你瞅瞅！家人们，腐牛，我让腐牛进笼子。结果腐牛进去了，老四也跟进去了，进去就给腐牛给咬了，腿咬了，我看腿，我腿腿坏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你说好好的直播，你看我好好的直播干啥呀？你说是？这儿给咬的，你说腐牛，你我都说多少遍了，你离那个老四远一点啊！哎呦我操！咬这么大口，你看，咬透了。这明天腐牛的耳朵只能走。你说。你说老四这样能带他出去玩去吗，家人们啊？老四这样能带他出去玩去吗？见谁咬谁，老四是见谁咬谁，知道不？啊，把老四关了，我给关起来了，我给他关起来了。咱不是又缝针吗？牙眼儿，这牙眼儿，啊？是谁让腐牛进笼子？老四笼子的。我让腐牛进笼子，老四在外面，结果老四也进去了。老大，我咱家现在怎么回事，家吗？咱家现在不是说腐牛现在跟老大一个笼子，为啥呢？因为老大发情了，知道吧？老大发情了，我让老大跟腐牛在一个笼子里头，
所以现在老大在虎妞笼子里头，但是刚才那家呢？刚才呢？啊，我是想把虎妞关起来，没想关老四。哎，我刚才想干啥来着？我刚才都忘了。好了，回答，回答。疼，他疼，他疼。好了，姑娘啊，不能动啊，让好好消一消。哎呦我去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要给你好好消一消。来，跪倒，跪倒，姑娘来，跪倒。我应该把这个伤口给它挤挤一挤，知道吗？味道，味道。不能动，不能动。扶正送走吧，给老四拴上狗绳管一个月。你白扯，你给他拴啥都白费。你给老师拴啥都白费，不是拴东西的事儿。然后现在咱要狗发情，现在有狗发情，你说老四不敢咬老大，老四不敢咬老大，因为老大发情。然后呢，老四也不敢咬石榴，因为小石榴是他原配。老四也不敢咬 Seven， 因为 Seven 是他妈妈。老四也不敢咬小迷糊，因为小迷糊是他儿子。假如你说老四这个时候把斧正送人吧，我送给谁呀？你们总让我送给我送给谁呀？家吗？我送给谁呀？没事儿，家伙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他的耳朵就是我给他上了药了啊，王楠给他上了药了啊。他现在就是耳朵眼儿，哦，耳朵被那个给咬了，咬的全是眼啊，咬了，总共咬了三个眼。你给他那个，我觉得用不着缝针，为啥用不着缝针呢，家伙们？啊，首先呢，这个眼呢，医院也关门了。再一个呢，家伙们啊，你给他缝针之后吧，这天也热，他不爱好。知道家吗？再一个呢，家吗？他都是牙眼，一个一个牙眼。你想缝针的话，只能说一个牙眼缝一针，没有必要，是不是？脖子看了吗？我看脖子咬了吗？我看老师怎缝到哪儿呢？腿给咬坏了，腿咬了，你看腿咬了。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整了。腿给咬坏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腿上只是扎了个眼而已。好了，回来别舔，这扎了个眼，没有痛啊，对吧？没有痛。再给你扎个眼。还有哪？别舔了，扶牛来，我看还有哪。打这儿，脑袋上没事，脖子也没事啊，脑袋上也没事，这地方是之前咬的，这块儿是好的。耳朵上有三个窟窿，腿上有一个窟窿，我后腿也没有，我让拿了。
后腿，我看后腿没事，哎呀，外边还有伤口呢，捂个眼，外边还有伤口呢。这个地方你是牙眼儿，我也不行，老四了。福娘。这就是吃不饱的结果，跟吃不饱吃不饱也没有关系啊。把老师牙给拔了，因为啥也咬，不知道因为啥。腐牛刚才进笼子了，腐牛进笼子，老师也进笼子了，结果老师就给腐牛咬了。过这儿，过这儿来，过来，来，坐好了，坐，趴这儿，趴这儿。三哥，你别叫唤了啊！你别叫唤了，等会儿腐牛。就这你还让老四和腐牛生，那我明天把腐牛送走去，我明天把腐牛送走吧，行不行吗？送走的话就看不着腐牛了。送走我就看不着腐牛了。耳朵出血了，我知道耳朵出血了，我这耳朵出血了，老四刚才咬的，耳朵出血了，里边一个牙眼儿，外面一个牙眼儿，总共俩牙眼儿，耳朵三个眼儿。凭什么不送老四？我跟你说，你送老四走也没有用。老大爷咬腐妞啊，三位咬腐妞啊，小迷糊使着都咬腐妞啊。你把老四送走了，那还有老大呢，还有石榴呢，还有迷糊呢。你除非把，除非家里只有腐妞，把三位送走，腐妞也送走，老四也送走，小迷糊也送走，石榴也送走，把他们全送走，就留腐妞。为啥咬腐妞？我也不知道为啥咬腐妞，家人们。刚才
刚才我是因为啥来的？我要把他们关起来，因为啥我要把他关起来的？这家吗？啊？刚才我想干啥来着？我想把要把腐妞关起来着，我把他们几个都关起来了，知道家吗 ？Seven 也关起来了，啊，我没想把老四关起来，但是呢，啊，对，我想大合唱，对我刚才想大合唱，我先把 Seven 关起来，小明和十六还有老四把他们仨放出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腐妞吧放在老四现在这个笼子里头，知道吧？为啥欺负腐妞呢？我也不知道为啥欺负腐妞家嘛。那从来咱们家那天开始，不就是一直欺负腐妞吗？老师天天大摇大摆的，像老大一样，讨厌，都是你惯的。咱们老大爷老四也不是咬腐妞自己，老铁们知道吧？老四也不是咬腐妞自己，老四咬过多少狗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家们，老四有多少狗？韩哥家那些狗都被老四咬过一遍，老四咬过吧？妥哥家那些狗，老四不也咬过吗？是不是？你们以为那你们以为是老四是针对腐妞？老四也不是针对腐妞啊，我不让舔这个胳膊，等会儿呢干一干的，干一干去，因为这个胳膊刚给他上完药，知道吧？我刚给他上完药，啊，我这么一松开的话，他肯定会挠耳朵，挠耳朵或者是舔这个胳膊，知道吧？现在先不让舔，主要是心疼腐妞。家人们，你说你们心疼，那三元爹不也心疼吗？家人们，你说咬一下子。多长时间都不咬腐妞了，这怎么今天突然又咬腐妞了呢？家你说家们咱就说吧，今天咬腐妞突不突然？你们是不是没发？你们是不是都没想到？那腐妞进笼的有家们，腐妞进笼有两秒吗？有没有两秒？家们你说有没有？没有吧？腐妞刚进去，老四就进去了。老四进去第一件事就给腐妞咬了，对不对？家们，老四进去都没转身，他进去都没转身，低头就给他咬了。